且慢，这里乃是祖寺之地，闲杂人等不可入。哎，你在这，什么人这么大？我这祖祠里又没什么宝贝，哪里用得着守着？再说四哥那性子怎么会去祖祠？白浅，哼，既然被你识破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大人，已经找到侵略结界时的办法了。此事千万不能让公主知道。嗯，是谁？哼，鼠辈，准备死吧！多谢阁下出手，小老道是这结界。老道得赶紧通知青丘的上仙们，还望阁下出手相助。慌什么？你忘了，我虽无法干涉，但是你能啊。如此结界，应当能坚持些时间。赶快进入结界石内部，阻止金尼兽。想不到一族竟秦苍竟还妄想搅动三界，难道他还能破除封印？小五，什么事？自然是好事，你来了就小五，什么事？自然是好事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上神，我来了。到我那湖心岛许久，我特制了两坛九运养在湖心岛上，本来是要给你当礼物的，现在看来只能继续放着了。东海水，你都隐居避世了，为啥？听说天盾被白浅这跳脱的性子，难免会惹出什么娄子，你暗中跟着照看一下。
小团子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在挖草。父亲说这下面有宝贝。真是有趣，我敬你扇子，你一扇就能扇走这些海草。哇，好厉害，海草全没了。重获了，小团子快闪人。素素，这位仙友，怕是认错人了吧？你看这画卷，不正是娘亲吗？这对父子真是难缠。这位小仙为何要大闹我东海水晶宫？今日必须给个说法。夫君，误会一场，这位小仙与我是一道的。这次我路过此地。哼，你们才是坏人，竟然好话不听，休怪我翻脸动手。怎么回事？如此吵闹！哼，阿姨，这么多我与一句。阿姨，你当年有劳一，你这话是无碍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不要碍事，滚开！你不要如梦幻泡影。是啊，小仙都蒙着面，一旦是我察觉到周围弥漫着浓烈的妖气，不知何时他们便会杀过来。
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既然仙友，那位姑娘有实不相瞒，或许刚巧被仙友你撞见，她这一去是采药还是召集杀手可说不准呢、啊。果然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子这是不用你误会，你不知废话少。好商任务开启了，可以交易获得珍贵的材料哦。说话吧，这些妖傀儡我却不知情。难道我们错？我要返回昆仑虚，将此事通知大师兄，就此别过了。快回千秋，总之是十万火急的事情，你快赶回千秋来帮我。平定妖北妖西，奉九月去天宫，陪了东华帝君去了。眼下连个能做饭的人都没有，好怀念凤九殿下呀！有他在，做饭这种小事根本不在话下。眼下，素素便是我用劫魄灯焚烧白浅的衣角，呈现出的火焰和素素的一模一样。怪不得这些年来，劫魄灯都未劫出素，不管他忘没忘记我。我知道他是素素就够了。
这顿这鱼调好了味，你拿去加上火烤一烤。但我问问米谷，现在还有没有地方给你住？这你去告诉米谷，就是没地方住了，找个油桶把他赶回天宫去。九重天已经找莫姑姑也这么想啊。太子殿下，是为白浅画了一幅丹青。既然没有地方，叶华君，倩倩，我是说，你与我一同回天宫去。这，好吧，我就随你去一趟九重天，也是很久没去过了呢。
哼。